请收看《唯心世界》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哈琉璃光如来的本愿经哈。这个顶节咧讲到这个大陀尼咒哈，大陀尼咒，甲咱提醒讲，会记哩，咱每一件代志，生生世世，现在现在，过去未来，拢是共款，永远是不变的，就是。咱的心，哈，要不任何代志，要不发生以前，无病、无苦、嘛无忧。啊，为什么有病？就是咱代志有发生以后，所以有烦恼。有烦恼就是病，有病才一定爱有食药。那么这药在咱的自性中啊，本来嘛是无这个药。嘛是无病，所以啊，顶节啊，讲到这个大陀罗尼啊，咱佛啊，世尊所开示这个药师这个、这段的咒啊，好、哦、是非常的宝贵，好、哦。那么现在请咱大家好、哦、继续过来，搁看嘞，好、哦、继续讲哈、哦。啊，万事摄理，若见男子女人。有病苦者，应当一心为脾为脾。病人上清净，就说啊说迄个血食血药血无通水，酒一百空八遍，以脾复食和复食，所有病苦悉皆消灭。若有所求，至心念诵，哈，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呐。命中之后，生彼世界，得不退转，乃至菩提。好，好，那么先讲到这站哈。世尊啊，在这里啊，宫中啊，下在放大光明中间来讲出这个咒。那么讲说以后咧，大地动，哈，大地动，哈，一切众生啊。病苦拢会当除，哈，受到安乐、安稳、快乐。过来，我万事摄理，若见男子，咱若有看到查甫人有病者，咱一心爱为伊、为伊咧，为这个病人，哈，咱上爱清净，啊，咱洗身躯、嘴洗洗咧、面洗洗咧、身躯洗洗咧，也是这个叫做要食，也是要药啊。啊，是要无通水，就是无细菌的水，就是无通水，就无歹菌的水，就对啦，清洁的水。哈，咱呐，无论是要洗，啊是要做食，啊是要用药啊，做药啊食，拢会使的。哈，爱找这无通的水，就是清洁的水，臭水搞水的，你个家是无路用。爱无通、无垃圾的，哈，的水。咱爱酒一百空八遍。咱念这个药师，这个如来，琉璃如来嘞，这个叫做咒嘞，一百空八遍，念这咒一百空八遍。那么那些一碗嘛好，半碗嘛好，还是一碗公嘛好，还是一桶拢可以，还是面桶的水，身躯的水，一桶，咱呐，家己静静伫面头前嘞，咱念这咒一百空八遍，一百空八遍。那么安尼来是啊。咱互伊食，也是要互伊洗身躯，
啊是要做饭、煮饭嘛好，啊是做药啊，拢好。所以所有的病啊，病苦，所有一切病苦啦，拢会消灭，拢会消灭。这个酒的功用是真正大。那我一个徒弟，哈，问到咧，国道高速公路咧，伫泰山，哈，伫泰山休息站啦，迄、那个第一队啊，哈，当时做队长。那么，伊咧，我就是挂酒开，啊，一挂酒啦。刚刚说呐，拄着人困难，拄着身体有病，还是安怎的事啊？你自己提一杯水，然后这个酒咧，你甲念一百空八遍。然后才好食，啊，伊就好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伊个部下，吼，闹西闹到安尼哦，又食无好，哈，伊就是啊，师傅甲讲，讲这个咧酒吼，我写一物一个酒开，啊，伊要用我这个好食，试看嘛啦咧，伊就照我讲安尼来试好食。啊，这姐姐，哎，一下煞袂闹，变数煞袂走，我都煞转开话去。我输啊！哎，这那那叫好啊！这酒，酒是啥意思呢？咱讲这酒，就是假使有病、有灵魂世界、有魔界，这动物灵、其他的亚灵、啊鬼灵、恶魔灵，伊一定附伫伊这人的身躯里。伫身躯咧，咱就加是这酒，将这酒咧好食咧，好去咱的病的人身体。好起来袂当紧嘞，那病魔辛苦，因为这酒水嘞，食落去时啊，这个东西伊会得到这个开悟，护理辛苦，这灵界啦，妖魔鬼怪啦，还是地界灵啊、动物灵啊，这伊嘞，因为这水嘞经过伫伊辛苦，伊嘛得到这个感应，所以伊会开悟，伊就啊，我袂使哩做这恶业，袂使恶业，佛度啊，我甲佛来去啊。好，未讲到各大辛苦，继续搁跌落，这就是一个酒的功德。所以酒唔是一般讲哦，我用病的，咱中国有这道术，我用个病甲逼走，一定搁倒倒来。每一项病体、病魔伫咱辛苦，拢一定有真深的缘分，拢有生生世世真深的缘分。有的是救度，有的是报恩。无论是救度、报恩拢嘛好，地形区里拢有一个缘字存在。那么这缘存在是啊，你咱创用这酒啊，酒是啥呢？神的道理、真理、天理、法理、哈佛理。因为咱着加持里面水内底，哈清气水内底呢，食落去时，水呢会经过会伫咱的血内底，咱的细胞血内融合为一。然后咧，这水咧，因咱加持咧，乃至咱有诶讲叫做有电波，有诶电离子，哈，电根，哈，弄那个好多油啊。那么咱咧，食了以后咧，自然咧，哈，得到这里好多慢慢综合起来，啊，综合起来有魔，有其他妖灵，也是叫求道食，不安的食，因咧得到感应，所以因咧识电内底啦，伊嘛同款。会放下，会当得到多心的清净，所以心清净者，伊就远离咱的辛苦，哈，咱的肉体而去，才袂讲啊，搁咱的病愈严重嘞。酒的道理就是安尼。唔是一般人所讲的酒都要病哩，错过去啊。酒就是神理，酒就是天理。酒就是道理，啊，讲这个道理的意思，好、哦，所以各位恁若讲啊，这酒不要念，那么恁要用一碗光水，伫面头水拢好，合掌一定念南无大慈大悲药师琉璃光如来佛，南无大慈大悲药师琉璃光如来佛，一定念这个佛号，嘛是同款会得到无上法力。那么以上所讲这个酒呢？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酒，好，这个成就药师琉璃光如来是安那成就起来，就是面顶这酒，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佛伊个成就的妙法，所以酒就是妙法。
若是咱啊照安尼念啦，咱就嘛是得到同款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化身，吼，伊会甲咱加持。安尼来咧，就得到，吼，嘛是会感应力。或者你话讲啊，我一碗光水，我其他就不要念，你一心一意意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嘛可以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嘛可以。诸佛菩萨的圣号，你一心一意加加持，一直念，然后咧，你求讲某某人啥物代志，你也讲，我咧讲你只，刷你好幸福好势，或者嘛是得到无上法力，病苦嘛是会离去，吼，即万法归一，万法归一，但是爱会晓修持，会晓用，而且爱有正确的见解，那安尼来咧。咱用这咒啊，哈，咱都袂做真深的恶业。那无只我恶一直念咒，我要拼哩，要拼哩，结果把这个咒的道理弄错去啊。所以咱爱了解咒，唔是一般人所讲的要拼东拼西，咒都是一个真理，缩短起来的真理。几大本的经才济，缩起十二，缩出来五二，迄都是咒，都是神理，叫做法理。好，故意爱了解这项，那了解以后，咱呐要修行就真简单咯。所以讲一百空病的以后咧，好吃咧，所有病伊就消灭。那是有所求者，心念好，咱的诚心来上念这个咒，哈，拢会得到同款以上的功德，无病安然呐，病未过继续发生，会当过继续直直刷咧。N N， 好到寿终该到的才到，好，那无咧，为了半路怀疑，好半路，这个怀疑的半路，这拢是咱呐，唔知影好修持的原理，好，所以讲呀，咱佛教咧开始，以上足济妙法啊，咱爱好啊，认真认真干，好，修接受起来，而且保持，安尼来咧。咱佛菩萨一定会甲咱加持。过来讲命中以后咧，假使咱一个人身体开始直直好起来，命中以后咧，一定会当升起净琉璃的世界啊，会当往生净琉璃的世界，得到不退转，而且未过来投胎，佮转生轮回，直接恶道、六道轮回都未过退转啦，乃至菩提啊，哈，甚至会当得怎安尼觉悟。好，就安尼结果起来，就开个成就啊！好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，甲咱开始。咱阁继续过来看咧吼，四个，万事顺利，若有男子女人，一辟一辟，药师琉璃光如来，至心印中，至心印中。恭敬供养者，相持持咒，勿令废妄。啊，个人开始讲，万事顺利啊！那是有男子、查甫人、查甫人，以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哈、啊，这个至心印中，咱啊诚心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，伊的圣像，也是伊的法，恭敬伊的法，恭敬圣像。恭敬也发者，相持持咒，哟，这个咒，咱该唔通袂记哩，好，唔通袂记哩，爱该继续会当记哩。所以咱啊，这咒咱啊也要念者，咱时时念这咒。那是为阿婆啊、和尚啊，咱不要念，咱就会记哩，甲时时念。啊，南无大慈大悲，药师琉璃光如来佛，南无大慈大悲，好，药师琉璃光如来佛。那一心跟着念这佛啦，你一百因缘都念这，咱的身体会加这样，哈，身体啊会更健康，这是要领。供养者无一定讲哦，我爱金身起来，无一定。供养呢，在讲啊，我伫这个诚心放伫心肝内，嘛是供养；放伫心肝内嘛是供养，就对。咱时时有时琉璃光如来佛啦，伊个名伫咱心肝内，咱个脑海内，都是嘛是供养。
咱个即个啊，福处万事顺利啊，若有精神男主理人，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应定应正定觉所有名号，闻以上持啊，哈、啊，身高气目，哈、啊，招数清净。啊！以助香花烧香，啊，涂香做像记录，供养形象，以此经典，入住书，入教人书，一心受持，听记听闻记，以彼法书应受供养，一切所有自心之故啊，世界事物不能发酵。如是遍门诸佛护念，所求万愿乃至菩提啊！啊，世尊佫开始讲佛事啊，佫来呢吼，就讲万事顺利啊。若有查甫人吼、哦，真正精神就是一心一意恭信药师，哈、哦，药师佛，药师琉璃光如来啊，即、這个佛伊个法名，伊个法号。精神无相信其他，我个人一心一意，我信这行就好啊。这得三菩提啊！我一心，我法师讲足侪经诶，我是爱这样经我上下，我一心一意，我护持这个法，而且持这个法，顾这个法，修这个法，听这个法，听这个法，那安尼呢？哈，叫做精神男主女人，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啦。咱若得到听到，会当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吼应正正觉，伊是安尼修行正觉的，是安尼修行佛的。所有名号，吼所有伊的名甲号，伊是安尼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吼是安尼来，伊是安尼成就的。吼咱若听到明个，闻语持诵，咱听了以后咧，听了以后咧，咱再时。好，暗时就较困难点了啦。早时出去在咧加，暗时吼，迄条做出去加，出去在全部起起口口，起起口口就对啦。齿目好，起起口口就较困难点啦。较困难点这个酒，还是较困难点这个佛的名号，好，那较困难点咧，是较困难点咧。啊！而且呢，咱身躯啊，吼，吹落落诶，吼，较清净咧。啊，咱身躯洗好，吹落好，吼、啊，以后咧，咱用哦香，也是花，也是烧香、涂香咧。啊，像咱哩这种香嘛好，素茶花嘛好，凡圣那香诶，咱来供养，种记，吼、啊，做种记录，做种记录啥意思呢？咱有诶用个拜，啊，有诶都。念的，我用我唱的，哈、哦，啊，后各种也是放收音机，也放录音带，做种供养形象啊。什么形象呢？咱供养伫佛的佛像面头前，咱就形象啥？哦，花，咱就啊，我咧供养花，就是啊，我的心修行，我要学一朵花哦开起来，我要努力学开一朵花起来。供养果，我修行呢？我的心一定会努力修成正果，咱拜果就是安尼，爱大家看到，爱悟到，爱修成正果，果是真正的果咧，未使用俗界啊骗佛菩萨，咱一个人拜神哦，哎呦，足麻烦，我咧买一盆拜过的人咧，买一盆拜过的人，很够趣味哦。我讲你爱你有开悟，吼、哦、你安尼咧，吼、哦、你一盆的果子啊吼拜过的人。伊讲嘿啊，较些麻烦，迄个塑胶做诶，吼假诶，袂用石头去刻诶，啊刻甲仙桃哦，后咧机会就刻甲规个星星星，即拜过地人了，对白。吼、哦，咱着爱有形骨，真真正正诶形象。好，以此经典啊，以这个经典，而且咧这个经，你写这个经，还是叫人写这个，叫人写这个经。这部经来家己写，还是叫人写？一心受持啊，咱一个心，一心一意，我接受这代志，而且保持永远不变，我来写这个经。
啊是有诶，我一心一意要来拜这经。各位，咱有诶人，吼，咱有诶是奉神之事，有诶人厝无财神，无财富走，无要紧。你若拜这部经倒啊，你经去大顶，你起来，我早时起来，我一定要拜这部经，拜一百空八遍。你拜一百空八安那呢？咱会去呢，吼，去呢。啊，我来。念一句南无大慈大悲药师琉璃光如来佛，你拜嘞，跪嘞，拜嘞，过起来，好，你大拜嘞，连续一百空八拜，这功德真大，身体会勇，会健康，头壳会清醒，百病会消毒，这着拜经的供养，啊是我咧请着金尊，哦，我金尊爱开真侪钱，那么我来一张纸嘛好，一张纸。抓来个下南无大慈大悲药师琉璃光如来佛下来，你个拜这字拜这名，嘛是会佛菩萨会给你加持，天龙护法八大菩萨会给你护持。唔知有一挂信徒呢吼，哎，厝公要安托你讲，那老师你看我托你讲要大将才好，真简单，家己写，面洗洗，嘴洗洗，头毛洗，身躯都洗洗好清气，点一个素茶香。那么红纸写嘞，清气笔，哈，你着红纸摕嘞，清气笔，啊，墨水，你着写，咱着先奉请，托你讲，哈，啊是啥物神，家人、家持、地主要供养你，我心靠意，照你用供养你，请写信号，我地主早暗供养吊牌，你个写写你去按嘞，我跟你讲，离开边上。比起请人请金尊一尊十万的更有效，比啥更较有效，更更有感应，佮爱知影这道理。好，所以咱来拜神啊，咱无一定讲哦，我带你金尊一尊，你过十万的来拜才会效。嘿，你结果拜孙中山，拜钱头尔，未拜神，未拜佛，因为你的观念伫内底入边。好，这是真大、真大、真大的要领。哈。啊、所以啊，咱家己写，啊，教人写这经，一心受持啊，哈，啊是普通时听经、听法师咧讲这个经，讲这药师琉璃光如来佛这个经诶，哈、啊，不管讲这经，你听这个经，哈、啊，以这个法师啊应受供养，那恁若听法师咧讲经诶时啊，恁爱甲供养，伊讲经互恁听，恁爱甲供养，啊，供养啥供养？为诚心诶供养。我用花供养，用果的供养。啊，有个人啊，伊就靠钱，好啊，包一包、大大包，好舒服去，好，好，伊阁继续阁讲较济咧吼，好利益众生。所以咱的供养法师、供养师父的道理，唔是讲啊，师父叫你开呢，唔是意思。啊，师父啊，你吼、哦、有当时爱去外口趁钱，从啥吼，啊，过来讲经吼，咧、哦、给大家听。那么，请你，你卖出去。好，我出去上经啦，出去创啥啦？你莫出去啊！我大家集只钱供养，互你大家食无烦恼，穿无烦恼，大无烦恼，要用无烦恼。那么，请你好好啊，继续将这个经啊，你搁讲较济咧，利益大众，利益大众，好，师父搁继续讲经，这个功德真大。供养的意思就是安尼咧。唔是讲师傅啊，我只只要咧，你免去谈啦，你只要肥肥啦，只要行你行你啦，我看足欢喜个啦，唔是这个意思。各位爱正确认识，你若看法师咧讲经，会转法师咧，你就去供养。你啊，看咧提饭互供养，阿米家夹一包去嘛供养，花嘛供养，食嘛供养。啊，你若我啊有钱者，你就提一寡只阿师傅甲你供养，哈。啊，请你继续为众生搁开示，好，你让你安心开示。这个法师的方法啦，啊，甲一般这个讲讲经讲古的意思无同款，甲一般做生意完全无相像呢。法师的讲经呢，是要教导人众生了脱生死，教导众生呢离开这个生死烦恼之门啊。好，所以法师一旦啊，甲是师父啊，法师出家众，法师啊，伊烦恼着家亲的问题啊，好，伊着一定爱落山来化缘，伊爱来化缘，化缘着无机会讲经啊，无时间讲经啊，众生着无迄个福分落听着，
自开始讲这个经，啊，会乎众生离苦得乐的妙法，我都讲啊。所以供养的意思就是安尼。